有没有梦中自由落体的经验就不太记得了，但老陈有试过睡着并梦到小时候很讨厌的一个人，刚想用力踢他屁股的时候，老陈后悔了，直接一脚往上踢，用力踢到上隔床的床板，踢到拇指都晕。惨烈啊，灵敏度要调低一下，好好好。哦，他灵敏度确实蛮高的哦。0.38，这样超痛哎、欸！这故事告诉我们要放下怨念，没错，那个佛学都跟你讲过这件事情了，嗯、是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和平模式，不会再遇到他，也不会拿到随机奖励。和平，正常难度吧？对啊，不会改变游戏的经济性。睡觉穿鞋不行啊！读了10个小时，想说看我放松一下，但是感谢我的提醒，又要回去面对地狱了，哈哈，笑死！没有，它只有普通跟和平而已啦，它没有其他难度了啊！所以这游戏正式版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 ？Outer Wind 梦到太阳爆炸哦，那游戏真的很神呢、欸。可惜它没有 DLC 了，已经结束了。只能说神作。以前梦过被霰弹打醒时，发现自己趴着睡醒来，当下前胸真的像是被枪打。那是确诊吧？感觉喉咙被刀割，肺被他打一拳那样。OK。好，这个应该是跟新手教学，应该是跟那时候试玩版差不多吧。对啊，好啦，还想那边偷稿啊？哎、欸，不行的，0.38好像有点太那个了，那改个0.54好了。啊，我知道啊，改64好了。这个数字应该比较舒服一点，好像还 OK 哦。64 还可以吧，动的应该还可以吧，这样会晕吗？各位应该不会吧。打开办公室的门，咖啡机，喝咖啡可以使用冲刺技能。哇、哦、好黑哦，这个咖啡机也冲太久了吧。检查一下杂盒，杂盒应该是指那个吧，电杂是不是？拿起保险丝。自从去年跟前女友分手后到现在，时不时还是会梦到她，大部分都是跟她和好复合的场景，而且这些梦都记得很清楚。虽然梦到很开心，但一想到现在我跟她现在的状态，还是会莫名的感到伤心难。没事吧，不要难过了，人生嘛，对不对？打 boss 战啊，我靠腰，他怎么自己来撞我的垃圾？I'm leaving. 啊，怎么没有更新啊？为什么他这个对话明明应该有中文才对啊？打开工厂的大门，之前是体验版 ，OK，、不行啊，我觉得64太多了。64有点太多了，我们来改成54好了啦。老皮喜天电玩展要征2到4万个攻读生，请问你有头绪吗？他是不是要偷打你的村庄？他应该是要去那边，我不知道，你自己小心。看来他对电玩展应该是想要，整个电玩展然后他都他的人，要来攻城的。攻城战了，40000人应该可以轻松拿下吧？可以吧？40000人应该轻松拿下整个电玩展，应该没问题。对啊，攻读生互相发传单啊，假借攻读生之名啊，行攻城之实。
太多垃圾了吧？四万人，你选立委应该选不上吧？选得上立委吗？哎、欸，好像可以耶、欸，四万人搞不好可以。如果都在同个选区的话，应该可以哦、喔。选议员一定能选上啦，对啊，区域立委应该没问题。一小时要7000多万，太贵了。呜，这样也可以中、啊。叫什么？在商店购买扫把。立委40000票有点少，哎呀，加减嘛。啊，什么意思？哦，哦，真的要去外面的商店买啊、哦？哦，哎、欸，这个试玩版的时候没有这个内容哎、欸。我说我不能跑步，这游戏要喝咖啡才能跑步，有点白痴。这里吗？不能啊，我过不去啊。啊，那个惊叹号是什么意思？你梦到你跟女生接吻，然后她下面有鸡鸡，也无所谓吧？我觉得无所谓吧，有鸡鸡无所谓啊，你 是真爱就好啦。重点是不是真爱啊？爱就咔嚓戏嘛，就是爱了有或没有都没有什么，都也不是重要嘛。而且重点是，说实在的，至少由于你爱的人可以跟你接吻，你就要偷笑了，不是吗？对吧？至少你有爱的人，然后他也爱你，这已经很好了吧？对不对？已经没得闲了吧？有人连想要找人家那个都没有。对啊，潜意识告诉你喜欢扶他。你是安西教练吗？这个油不会也要这样擦吧？擦得掉吗？擦不掉哎、欸。购买工具台，这个啤酒厂有点惨了。可是说实在，我有这么大的空地，我还哪来弄什么啤酒厂啊？直接把它改建成停车场，不是更赚钱吗？对不对？还可以养地，等都跟弄成那个什么青年的小资族。那你的真爱在哪？聊天是有机会吗？我有机会吗？现代大厦，然后一个大厦，我们就搞一个一户大概800万到1000万，是不是？然后盖个20-30层大楼，削烂，又停车场哦，工业区没人要停，是不是？得被抓就说捐给社会当观光场啊？观光场啥啊？为什么被抓？没有啊，这个地就自己的，也没差吧？工厂用地有差吗？打开建造选单哦哦，游戏玩法，我们要盖什么？购买仓库。哦，那地上那东西不能清掉吗？在那边也蛮定得的呢。确认，拧上螺丝，使用工具箱拧上螺丝啊？怎么拧啊？拧上所有螺丝？哦，哇靠，是这样子弄的吗 ？OK。Holy shit！ 做梦前几天搭电梯掉一层楼，后来就梦到搭那个电梯自由落体，重点是最后的楼层显示红色灯的负18，开门全黑的，梦里我一直干干叫，醒来喷冷汗。负十八，不至于啦，不至于。负18是 VVIP 才去得了的，你知道吗？其实如果你有读过那个里面那些传统的民俗故事，你就知道，其实它每一层都有相对应的罪状才能去啊。我当兵，你要去18，是蛮不容易的。说实在的，那种就是真的要像是不是啊，那个不是川普了，像那种普丁这种的才有办法去吧？对啊，你没有罪大恶极，你去不了的。
坏到下面都不收了，那你可能会去到负十九，就是特殊性癖处理层。我觉得各位应该差不多属于这一层。找到支柱，什么意思？啊，把它这样接上去啊！拿起啊！还有这种事情？那怎么放上去？掉落吗？啊！对啊，梦到当完兵，战争发生之后去指挥部拿着胶带。废土风格六 K 度步枪，什么东西啦？不会啦，这单人玩的吗？对，这单人玩啊，怎么少一片？啊，这边，上至天堂，下至地狱，转身异世界吧，应该。所以不然为什么神佛现在都是比较什么？说哎，少年要不要就去异世界啊？有没有？这好像诈骗电话，恭喜你获得了一大笔钱，这是诈骗电话吧？是不是诈骗电话？不过倒是不用担心啦，我就觉得不用，真的不用担心会发生战争啦。大家有时候真的有些人很怕，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怕。没事啦，不会啦。管理模式，哦，购买工厂新的建地啊，不是整块都我的地吗？他为什么还在购买啊？打不起来啦，很难呐、啊。机房、啊、有了，我们现在有8000多块，谷物碾碎机可以买。哦，没了，好，买完就没钱了。OK， 怎么那么贵啊？没有，真的很难啦、啊。南北韩开扁的几率比台湾还要高，因为没有那个啊，我们就没有土地相连啊。你真的要发生战争，难度太高了。我觉得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了，很多人很怕，你不用那么怕啦，不用那么怕。我朋友曾经找我去教会，我一时口误说了我们是要去耶稣贝都那边吗？我就失去了一个朋友。耶稣贝都，那也没办法啦，只能说谁叫你，但是你也可以跟他这样讲啊，就说你知道赵少康吗？对不对？对啊。他都直接在别人的面前说千千千是他老大了，而且还不止一次。那我就觉得有点故意，我都觉得有点故意，看真的很好笑，真的超级故意。要托盘是不是要去买托盘啊？好像要额外买。可是如果不打的话，我们要怎么收复国土啊？不是已经放弃很久了吗？蒋经国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不是？现在还要收复国土哦？这个有时候现实跟梦里你所想象的还是有差距的啦。欸、要几袋啊？每公斤24，我们总要弄几袋啊？总要弄12袋吗？合约是说，总共要提供16袋，可是他这一个东西到底可以生产几袋？16袋吗？160块，好吧，先弄吧。空托盘也要买几个吧？啊？啊，叉车也要买几个吧？我们有叉车了吗？好像没有哎、欸，太少了吧？还是我刚才去买大叉车好了，这太小了啦！而且为什么叉车没东西可以自己跑啊？是怎样？是闹鬼了是不是？你看那个影子，幽灵叉车啊、喔！其实有宗教信仰是可以让台湾打回去的，像皮皮真主阿拉发瓜就可以反攻了。
没有这种东西啦。下降。哦哦，死给我！我要怎么下车？那我不能下车啊！啊，有了有了！我要升上去，它自己会吸下来啦。这什么东西啦？有个白痴的。啊，算了啦，不管了。怎么会这样吓唬我？对啊，超怪的。啊，我要怎么放下来？这样吗？啊，又是修仙游戏。这什么东西？疯狂抖动，那太好笑了吧？这怎么回事？这种车是拉的，不是推的哦，是吗？哦，可是我按 W， 它是往前呢。对啊，你以前在工厂都拿这个当滑板车啊？你有意思的。哎，怎么办啊？我没办法下去啊！哦，按 C， 哦，按 C 下来啦。有了有了有了。Hello，Hello， 要给我啊！哎，这个到底是不是我的、啊？这是吗？还是这个不是啊？那感觉货不太像我订的货啊。应该不是吧？我觉得有可能是别人的货。打开卡车后门卸货。对啊，看起来不像啊。啊，这车子不走哎、欸，啥意思？对啊。卸车啊！啊啊啊！有了啦啊！因为那个是买的那种啊，我懂了，因为它不是谷物啦，这个不是谷物，对不对？没有白推啊。这怎样 ？Hello。看这托盘啊，有啦有啦有啦，好了，走喽！突然好想玩欧卡，哎、欸，这怎么车突然不见了？要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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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掉了！不管了啦，先放这边，走开！靠腰，镜头一转就不见了，神奇啊！技术很差，哎、欸，我有执照的，什么技术很差、啊？你们有执照吗？说我技术差，开玩笑。哎、欸，我有执照、欸，哎，不要开玩笑呢。这怎样？打开电源。啊，有了，有了，有了。然后托盘拿起，我先把这个工厂清洁一下吧，不然我们生产的啤酒脏脏的。清洁一下，你有身份证可以吗？不可以，身份证不能干嘛？油压车要啥执照？哦，我说堆高机的执照啊，我有啊。没有，因为那东西没有用嘛，你把甩下去就好了，那个用不到啊。
正常来讲，东西其实 有固定的重力啦，是不是不至于会掉成这个样子？对，纯属浮夸。有了，这袋垃圾，跟他说拜拜。那个油啊，怎么清掉啊？在那边放在那里也是蛮阿杂的。工厂有在扫地的吗？哎、欸，好歹你也是做食品工厂，你不扫地，没问题吗？对啊，你做食品工厂你不扫地、欸，哎，你也不清理一下、喔，那也是蛮厉害的。应该放一个，雇一个员工来这边弄这个东西才对。干净又卫生。啊，你们有人喜欢喝啤酒的吗？我们的啤酒，新哈之百，我靠，我腰全部塞住了，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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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等一下啊，怎么弄？这个吗？有吗？有有有有。有还没有啊？但是有还没有啊 ？Stop， 打开电源，那怎么样？什么意思？没有进货吗？哎、欸，是怎样？这个是有了吗？清理底下污垢，我、哦、靠腰，底下有脏东西啦！北七哦，底下有脏东西啦，难怪脏脏的，先丢这边吧。再一次，怎么直接？为什么会直接整袋喷出来啦？这个设计也是蛮莫名其妙的。会卡住是不是？它应该是这里面一次能够储存的袋数是有限的。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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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是对的吗 ？Hello。是扛200斤垃圾十里山路不换肩的那个传奇男人吗？啊，有了有了，看到了，对吧？这个吧，碾碎的麦芽24公斤嘛，是啦是啦，英文上面是这样写的嘛，对吧？所以我们剩最后一袋，总共16袋嘛，啊，4416，哎、欸、也没有哎、欸，4432，哎、欸、哎。欸，为什么是4312 13 14？哎、欸，等一下，不对啊，数量算，嗯，啊，被吃了，十里山路不换肩，34啊啊 ，OK OK， 正常损耗，没有吧？多少？4312 14 16。嗯，他怎么？他怎么多一袋？等一下，看怎么多一袋？哎、欸，啊，没啦没啦，对啊，已经没燃料了。能量守恒，能量不守恒的，赚烂的。敢弄一弄赚烂呢，走喽，去卖掉哦，把你阿妈卖掉。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存一袋起来啊？它只是要16袋而已，不是吗？哎、欸，怎么多一袋？那、啊、不管了啦，买一送一，傻逼死，拜拜。
傻逼鼠嘛，对不对？我们首次合作的顾客总是要给他们点傻逼鼠，他们才会回头来找我们做啊。还不快点放1000元进去，会变1000亿，还开啥工厂？小老鼠，小老鼠。可是你的1100元，你的1000元会变成碎掉的1000元，你要先想清楚，哎，是不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直接放钞票进去，我会放什么？我会放金块进去，因为我拿1000公斤的金，它会变成碎金，有没有？但是它变1100公斤的碎金，然后再把那1100公斤的碎金拿去燃烧，把它变成1100公斤的金条，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就很有料了？捡垃圾不玩了，我现在不在捡吗？内燃机哦，所以哦，尾翼鳞，什么叫尾翼鳞啊？对啊，我们现在不是在捡垃圾吗？说啥呢？我们这跟捡垃圾没有区别啊。购买叉车，先买叉车吧。10公分放进去变11公分。基本构件啊。可是它会变成碎掉了11公分诶、欸，你如果不能重组的话，那你要先想清楚。捡垃圾，哪一个、啊？这叉车吧。老皮，我最近换了一个，工资很低，有点浪费我的学历，但是我自己做的挺快乐的工作，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跟家人去讲这个决定，有没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建议哦？就老实跟他讲啊。我觉得这种就是还是要跟家人好好沟通啦，你要跟家人好好沟通，这种也是没有办法嘛。你如果喜欢那份工作，就也没什么好讲的，对吧？对啊，你开心比较重要，不是吗？啊，怎么这一边怎么插、啊？老哥啊，这边。对啊，美化就是美化一下你的说辞就行了，包装一下嘛，包装一下。皮老板，自从你开了工厂之后，约你下班出来打球，3分球都开始变准了，请问你怎么办到的？你要啦，你要了，你要的话，欢迎来我们公司上班，来我们这边上班，天天让你打3分球。不要讲3分球啊，你就是下一个 Edward 啊，哦 Edward 啊，还是要Michael Jordan， 还是要喇叭战。有了，出口你的第一件产品放在叉车上面，我已经放了、啊，这个已经完成了。我要怎么关闭？哦 ，OK， 它这是有油料的、欸，要加油、哦。我们先看一下个订单吧，有没有新的订单？确认有了，400块，获得20点声望，所以哦，我记得升级后面可以直接找那个吧，找那个员工加入，对不对？本地生产，先看一下个合约是什么。叉车哦，还可以升级哦，还可以升级耶，酷哦，进化装品。丙烷内燃机混合动力什么意思？这是要钱的，是不是？雇员还不能用，生产15袋生麦芽来啦，15袋生麦芽，我们就不要买太多吧，因为前面我觉得买太多没有太大作用，后面还可以来酿酒，先买生麦芽。传输带，哎，板子啊、哦，这是板子啊。平常我家人都说要多运动，我都懒得去，但最近家人要领钱包红包了，我发现我只有去银行领钱的时候体力很好。请问老大，我适合什么工作能发挥我的长处？讨债集团。不要乱来啦，各位卖安内唔汤啦，
啊，那不当哦，这样真的不行，有道理，别闹了，别闹了，互超远也不错啊，我们要做正向的嘛，对不对？要做正向的工作。哦，Breaking！ 这个是怎么样？霹雳舞怎么突然跳？怎么突然跳霹雳舞了？我靠腰啊！可以走了，可以走了，没了吗？梦想实现了。我觉得应该是选举完了啦啊、哦，就是有人不是说什么选举怎样，他要跳霹雳舞嘛？可能是选完了，有人要兑现承诺啊，不然为什么这边会跳霹雳舞？哎、欸，不是、欸、那个托盘，这样好像又会越来越多哎、欸，不太对、欸。你刚说你有执照，是啊。这托盘可以用手搬吗？搬得起来吗？哦、可以耶。喂，把托盘一起送进去，不行啊！左转右转。好。托盘木头蛮轻的，没有。托盘其实，我认真说，托盘没有很轻诶、欸，认真，托盘不轻哦、喔。你之前有搬过就知道，那个虽然一个男生搬得起来啊，但他绝对不会像你刚才看到那样子，轻松就把它丢上去。它的重量还是蛮重的，对，就叫站板嘛，还是蛮重的。一个人搬得动啊，一个人搬得动。听了老大的忠告，我觉得我这个热心市民从明天开始就去帮超商保全他们提箱子好了，那个铁箱太重了，我提回家就好，不要让保全那么辛苦，也是减轻他们的负担嘛。主播不玩多人的吗？多不多人要看吧，开心就玩啊，又没有又没人说每天都要玩多人，刚才不是玩了吗？偶尔玩点单人的也不错啊，对不对？他们偶尔玩点单人的也不错，一个他们四五公斤，差不多。但是用手拿很危险，因为这种东西通常都是在工厂嘛，他拿那个拖板车，应该说堆高机啊，三不五十那边擦擦擦，有些木头都有那个毛倒刺啊，所以像这种合成木板的倒刺，不小心你的手就直接破皮。那四三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个 ，OK， 出口喽！塑胶的好，塑胶的轻一点是不是？塑胶的比较不耐用吧。成本比较高啊，比较容易什么东西撞到一下就破掉了。这是什么？这啥魔法来着？我的执照。他这个里面设计的不好哦，跟我怎么执照有什么关系啊？我的执照肯定是稳的，他这个设计不良啦。那、啊、你车怎么不开走啊，老哥，可以走了吧？空车啦，走了啦。我怎么让他走啊？我怎么让他走啊？有了，恭喜你获得400美元了，所以啊，升级了吗？这张贷款，
贷款不要吧，我现在不缺钱。工厂升级，这要1100耶，几等啊？码头进出口全球市场，这么酷的吗？木屑扎到指甲缝，哎呦，我跟你讲，真的不开玩笑，那个木屑扎到超级痛苦的，没有跟你开玩笑。你如果有被扎过，你就知道了，那真的是痛不欲生，痛不欲生啊！好，有了，购买一个托盘，购买一个托盘，草来放托盘。需要进入工具箱，然后打开建造菜单，什么意思？这样吗？建造菜单，托盘是仓库吧？酵母储存，哪一个啊？这个吗？托盘卡槽吗？哦哦，我懂了，我懂了。买个托盘卡槽，放置托盘，像这样吗？切换到管理模式。想当初还可以用某一种特定颜色的类人猿生物协助搬运货物，可惜时代变迁，现在都得用很贵的堆高机搬，剩一些偏乡还能用老方法。用人力吗？把新的工作位置锚点连接起来，什么意思？工作锚点。哦，吗？啥？这里不能接啊，这边没有那个啊。切换到管理模式，然后把工作站位、橙色锚点跟新托盘槽。之前做工的时候尿急找地方上厕所，踩在废站板上，直接被钉子贯穿车底装甲。我是说脚底板。脚底板，哎呦，痛苦，真的很危险啊！我是说这种站板其实比你想象中的危险。飞来飞去啊，好像进到管理模式会强制把你传送走。组合木板哦，这种木头通常都不会太好啊，就是那种小个短袜，这样吗？然后，哎，我可以加装护栏，哦，还可以改造，哎，这么酷了吗？管理模式，机械位、连接位、可连接的项目，这边有输入，新的连接，这样呢？不行，确认。啊啊！用电脑操作，雇用一个新员工。有了，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白痴的机械式工作交给那些工读生了。嗯，有了，员工 Johnson， 他充满了热情与决心，想要了解啤酒生产的来龙去脉。哦，工作灵活，积极主动，是团队的宝贵财富。太夸张了吧？有这么厉害的吗？啊，怎么旁边还有一个人？坚定不移，每个都那么厉害，我才不信，我才不相信呢。与雇员互动，服从，让位，在办公室等，分配工作位置。购买学习课程可以让他升级，这样子的吗？
不行啊。嗯 ，Hello， 啊，雇员，不行啊，解锁啊，他像是清洁工而已啦，我们要让他解锁，要升级，费用要100块，好啦，有了，这样他就可以了吧？分配，这样呢，能做吗？哎、欸，你是骗我100块啊？确认，有了有了，建造完成，解锁地下啤酒厂。啊？不是、啊，我们先弄合约啊，怎么那么快就地下啤酒厂了、啊？升级加薪，十道我不知道、哦，太狠了。生产29袋生麦芽，好吧，我们先生产这个吧，29袋是不是？哇，这个要几个砧板啊？好，这笔要先削到800块，有点少哎、欸，先削一下吧，不然我们现在要开始付薪水了。不是老哥，你要不要走啊？是不是要把砧板还他、啊？不是，他不走，我新的货不会进来啊，是吗？门要关，我刚刚我门关不起来啊。司机跑去吃饭了。还你了？没有啊。哎、欸，门自己关了。啊，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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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嘿，嘿，走啊！在干啥呢？哇塞，不可以这样啊！你不能这样坑我啊，老哥！被坑啦、啊！发现砧板没放进去，跟我没有关系啊！他走了没？啊，走了，走了，走了。难怪褒贬不一，确实。有了，来了，来了，来了！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请员工来载啊？哎，皮弟，看。我知道了啦，嗯，白痴哦，干嘛啦？不是，明明就没有弄到，干啥来着？我吐了，87游戏。对啊，为什么啊？不让我嘟欸。老大，我曾经听过有些货车司机会等厂商货都上车后坐地起价要加运费，不然要你自己卸货下来，请问这是真的还假的啊？真的真的。我现在就遇到了，不要讲坐地起价，他可以是漫天飞舞都不为过了，你看有没有，这比坐地起价还要严重啊。
不知道里面那个要怎么拖啦。Hello， 白痴哦！把车开进去里面？没有吧？怎么可能？认真，对啊，升不起来啦！白痴啊！不是，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啊？我不太懂哎。吐了吐了，各位吐了。卡住！从侧面吸吗？要从托盘将它从车上卸下，只能用人力小车车推哦。我不信，一定有办法可以偷师傅。东西在那边什么？哎、欸，一定要用小车车推，是吗？是吗？真的吗？这就叫专业。哟、哦，搬货哦。这就叫魔法，这台黑科技才多少钱？非卖品呢？这就是我们公司致富的关键，各位。想学吗？想要拥有吗？哇，还弄太快了吧！这样弄太快了吧！白痴哦，到底是不是要离开？哎，有了有了，吐了。吐了，看这游戏 bug 也太多了，真的会中风。我跟你讲，真的会中风。老兄，啊这边要坐啊，你不能只弄一边呢、欸。啊，你怎么只弄一边？他只会弄一边啊，线只有到那边哦，可能要连接两个吧，我在想，我大概帮他超连接，他怎么就这样？做事啊，谷物输入，要两个人吗？应该不用吧。对啊，什么他还说什么东西没讲都不会主动工作，太逊炮了吧！而且他现在不让我操控哎、欸，管理员工，分配工作站，怎么样？没有，他一次只会做一件事情啊。什么鸟员工啊？对啊，龙源哎，敢不敢一个人控两个东西啊？你是猴子吗？我请个猴子都比他厉害了。100元，100美金哎、欸。
老哥，100美金哎、欸，你一天工作赚100美金的吗？我、哦、如果赚100美金，那我哎、欸，不是他不是时薪还是怎么样？时薪100美金吗？对啊，也是啊，才3000，你就在那边按拉个按钮，你就在那边拉个按钮，你就一天赚3000块，你在那边按一个按钮就一天就3000块嘞，已经很爽了吧？不是，按个按钮一天就3000块，怪老板出现，看你们的逻辑。怪怪的，不是？他就一天每天在那边按个按钮，啥都没干，就可以领3000块。叫可可按就好了。对啊，我叫可可去按。一天10万就够了。一颗罐头就削烂了。嗯，不够至少要5000。5000啊！发疯哦，真的是发疯！啊，我会开堆高机，啊，可以吗？会开堆高机吗？不会开堆高机啊？你可以干嘛？啊，不会从头到尾出货都要我自己弄啊？命苦啊！哇苦哇苦！可以按按钮，我去买一个那个自动按按钮机器人都比他强。不会按按钮按的还行，什么东西？什么叫按钮按的还行？按按钮按的很温柔，是不是？手法地道啊啊、嗯，是吧？很舒适啊，没有一丝的不适感这样子，什么逻辑？快来公三小聊天室培训，甲级按按钮执照啊，我也是服了啦！出发，出发！法规规定要活员工，谁说谁跟你讲法规规定的？现在不都有一堆那个吗？自动化的东西吗？没有这种东西吧？活员工。好啦，我们要再雇一个员工吗？2个人，每小时总收入，员工管理器。好啦，再雇一个吧。等级5，已雇用。啊，怎么每个员工都长一模一样啊？敢不敢长不一样？是双胞胎过来这边骗薪水的吧？啤酒厂，哦哦，地下啤酒设施，哎，哇，好大，哇，好大！可是这个感觉我们现在弄不了，哎，是想要酿酒是不是？发酵吗？购买好啤酒瓶，哎，我的画面怎么卡住了 ？Hello，Hello， 啊，不是啊，按你，哦，有了有了，啊，请问另外一个员工跑哪里去了？你看你每天在耍废，尾翼。刚从越南回来，每天都30几度，热死。30几度，30几度还可以啦，还可以啦，至少比台湾现在那么冷还要好啊！台湾现在每天那么冷，购买。酿酒罐哦，可是现在没那么多钱呢，好像还在赚一笔钱。啊，另外的员工不用上班吗？拖欠的工资15块。哦，他是啊，他15分钟赚15块。那好好削哦，他15分钟赚15块钱，有够削，生麦芽子。你15分钟可以赚15块美金，哇，削烂了，真的削烂。22代，先卖个22代吧。1分钟1美金呢、欸？
对吗？还嫌人家只会按按钮，15分钟赚这个钱已经很浮夸了，好吗？不是这个赚这个钱已经很扯嘞、欸。什么叫财？你赚的更浮夸，不是啊？老板要做那么多事情，啊，万一亏了怎么办？我要承担风险呢、欸。我这样先打开。就不愿意请，我没有不愿意请员工，好不好？讲到好像我不愿意请员工，看我是我员工在耍废。有了有了，我的员工在耍废啊！Uber， 哎、欸，啊我，等一下我，啊我另外一车嘞，我只有载一车走哎、欸，啊你是把我一车 A 走，我这边白 A 一车哎、欸，我靠，这么狠的吗？哎、欸，老哥，老哥去哪里？你去哪里？不是啊，你去哪里啊？升级谷物哦，还有经验值的部分呢。新工作站哦，哦，这个人他一开始经验值比较少，所以他只能负责去打扫整个环境啊。好吧，那你先打扫环境呢、啊。吃中餐，我要自己来，可怜呢、啊。先抽一根，看我的员工，我跟你讲。这公司一定倒，好吧？今年一定倒，各位，不倒佩服了。今年一定倒，老板真烂。应该我记得升级完可以叫员工开那个车子，没问题啊。我记得是没问题的。我独自工作。我们想要等级上升了，老板还眼红员工，按按钮也需要专业知识的，没有资格还不能碰按钮呢。哦，清啊，清垃圾。我去西麻喝下午茶了。什么西麻？可以来一首支持劳工的订阅之歌吗？可以唱一首支持劳工等订阅之歌吗？老公兄弟，一面加面换台，来批批工厂，赚15美金，健康身体，家庭爱做伊，批批为你，其他的兄弟，干，批批工厂啊，这边真的是做身体健康的，削翻了老哥，还没偷看。还敢偷看啊，被削翻了！问号，不错了啦！你看，只有一个人在那边捡垃圾，我捡垃圾捡超慢的。哪一个在那边只会按按钮？重点他薪水还比捡垃圾的高。又凉又爽。你看老板一脸哀怨，看到吗？他眼神好像已经死掉了，不是，他就已经是，他已经死掉了，他就是个死人，没有错了、嗯。他的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每天跟这些大便为伍、嗯。老板不是人。18代麦芽籽，对吧？其实我们自己可以买碎麦芽来那个啊，你看这个20块，哎、欸，
你看这十块钱，然后我们这个二十块，削烂了吧？这中盘商整个削烂欸，加个工价格就 double double 欸，太夸张了啦！可以这样子的吗？啊，垃圾清完了没？升级，经验值要满才可以升到下一阶。那、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开个车？你的眼神也怪怪的，可以吗？算了啦，你来按这边这个按钮好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了。你可以按吗？可以吗？按一下。按啊，你没学会啊？不要按钮啊！啊，不要按钮是不是？欸，你跟他换。啊，你会按按钮吗？啊，你会啊？啊，按，你来按啊！别再停啦！工作啊！在干嘛啦？学校没教，学校没教你按按钮，啊！杀了我！拜托你了！学校没教，然后把他崩溃了，干学校没教！哈哈哈哈哈哈！确实没教。你读商科的，商科不要来应征我的啤酒厂，好不好？OK。啊，会不会？会操作吗？不要发抖，第一次按会比较害怕，我知道啊，不要不用害怕啊，慢慢来，欸，保持冷静，好吧？怎么原物料进那么慢啊？你可不可以加个速啊？哥哥 ，speed 按一下好不好？可以提个速吗？原物料进来了吗？啊，有了有了有了。我就雇佣两个人在那边拉杆子，然后我一个小时我要花台币1000块，花了雇佣两个人在那边按按钮，啊不是一个小时，15分钟就要1000块，好爽啊！亏大了，真好赚。真好赚啊！加个速，加个速，快点！我要买机，我要买机器啊！我们还缺人吗？不要了，我不想请人了，请人来气自己的。加速，加速，加速！会不会按？按加速器，快点，按按按！哎，这个杆子有没有？按这个，按这个，哎，这样，有会吗？不会啊，算了，不会就算了，我也没办法。哎，摸摸头，不会啦，学校没教。干，我都怀疑这个员工是聊天室过来故意气我的。你让学神棍看 VT。有没有问题？报告有。哎，欸，啊，这个人是干嘛的 ？Hello。哎，欸，怎样？什么情形？所以说，能力与薪水成正比吗？这干嘛的？你在干嘛的？老茧啊，老委会。老皮还有缺人吗？这样我有钱可以抽马娘支援卡吗？我努力啊！怎么缺两袋？啊，怎么缺两袋啊？员工不停命令，该怎么办？
你可以大声一点，他还是不听命怎么办？你可以再大声一点，还是不听命，你可以拍桌子，都不行，那你要自立自强啊，毕竟员工是工厂最的一块。靠腰。啊，怎么有人检查啊？五号屁咧，五号没搬完吗？没有啊，空的啊。干，我要吐了。两袋运费五块钱，啊，一口气买多一点好了，先囤一点货啦。Nothing， 奖励24点，哎呦，还可以哦。看来我这边也是蛮干净的嘛。啊，你奖励归奖励，你不要把我的滑鼠弄不见呐、啊！买个44、16、28，买个28袋吧。26袋，为什么这26袋？这个钱是啊。哦，主要是点数的差异啦。啊，你说什么输送带能清吗？这我不知道哎、欸。老哥，你车能不能开走啊？你车不开走很困扰哎、欸。对啊，里面已经没货啦、啊。注意钱，不是啊，你车开走行不行 ？Hello， 不能关，不是他后门自己会关啊，我不能关啊，你看，不能关啊，有没有？后门是不能关的。U 盘给他，他怎么又撞车了？无法理解，干这个真的很多问题啦。里面还有没有？再给我两袋，我刚明明是买刚好的，你不要把我两袋给 A 走哎、欸！啊，怎么没了？你还我啊！你不要摇头啊！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刚才上班偷吃？肚子饿可以跟老板讲，老板买便当，你不要偷吃人家小麦，你吃完了我怎么赚钱？这可令会可以吗？喷得出来吗？我可伦可令可以吗？没救了，没救了。过程中会损耗，不是很正常吗？你是不是上班，然后在那边偷偷中饱私囊？每次来就偷偷藏个两袋起来，然后拿去卖掉。干，这也太会算计了吧！被骂到快哭了，你明天不会来了。他的履历跟我讲说他充满热忱哦，你不要骗我哦。他履历都写得清清楚楚，还想骗人？不要偷了，给我好好做事情。再偷了，大家以后都不要，就别想这份工作了。你最后的机会了，好好干啊！充满15分钟的热忱，先拿氧包、啊、
我先偷拿两包吧，然后等下顺便去给他们薪水。拖欠的工时。啊，你要展板吗？没事，我 DIY。欸？反正结果是一样的嘛，对吧？结果相同。哎，哎，我的砧板啊！喷了一个砧板啊！吐啦！被看走一个砧板，遇人不淑，致力于啊。介绍一位致力于啤酒生产团的成员，他善于学习，对于生产过程中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善于营造合作的气氛，以实现生产里程碑而著称。他的适应能力跟职场的实现职业的理想不屈不挠的动力呢，让其脱颖而出。干，骗人！哦，那这也是啊，什么适应于挑战新的挑战能力超乎于常人。对于这个品质的控制呢，有敏锐的洞察力，是个终极团队合作的达人，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还有实现职业的目标的动力，使他成为团队中的佼佼者。骗人！怎么充满热心，渴望了解啤酒生产来龙去脉，学习能力极强，注重细节。骗人！工作灵活，积极主动。骗人！骗人！骗人！干都是骗人的，这一季又疯了一个，挡不住哦。啊，底下怎么喷两袋？履历都这样写，麻烦以后你要嘛就写说本人善于打会摸鱼，好不好？跟我简历一样写的好。对啊，什么就是对于按钮这个有异常的执着，也仅止于按钮而已。其他的事情老板没教，老板没叫就不动，绝对不做多任何一个这个任何多一件事情这样子。说一就一，说二就二，我有三啊，怎么又少一袋？为什么又少一袋？你们又把它吃掉了是不是？哎呦，你就当垃圾人好了啦！啊，一袋嘞？去哪里了？半衰啊？半衰三小啦！半衰了，半衰，放射线是不是？空气蒸发了，那我是不是要盖混凝土的墙壁，以免它到时候散发在宇宙的各种空间当中？啊，散发了。半衰期都讲得出来，干也是蛮浮夸的。聊天室基本轮子哦，可以改车啦，改一下好了。
尾翼也可以改，速度加 10%。感谢。可以改颜色吗 ？OK， 这样改了到底有没有用啊？大额投资人，啊，哇，700块，哎，这个700块，好，蛮值钱的。一代28代好像刚好啊，改一下扶手，看会不会降低损耗，是吗？还有什么东西？装设啤酒厂。装设什么东西啊？叉车叉尾翼超好笑，哎，可以啦。来了吗？忙了这么久，一瓶酒都没看到。没事啦。等一下，那个叉车到底能不能够？我看一下啊。这可以指定一个人去工作这个吗？不行，他身上没有那个圈圈。员工能用小叉车吗？不行。哎，有哎，我看一下啊，可以管理装瓶机啊。哦，你可以考虑用这个钱让他去直接升级，也可以让他那个啊。哦 ，OK， 管理装瓶机，后面要装瓶啊。这样比较快吗？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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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尬气啊你哦！靠腰。这公安美国会出事啊，无所谓啦。好。你没看过叉车后面装尾翼，叉车不需要尾翼啦，它就是装爽的而已。哎，好，快快快！呵呵，看越来越白痴了，哈哈哈，但再白痴几点，靠腰，反的啦 ，OK OK， 干脆用手扳算了，有够白痴，哈哈哈哈。为什么要跟这些白痴共事？好苦哦！哎，怎么有生的啦？不对啊，这个这还没有碾过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哦，这个有，这个有。那为什么有一袋生的啊？所以刚才它喷出来了，是不是？我自己搬的吗？是吗？我刚才自己搬的吗？哎哎哎哎哎哎！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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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等、啊、还我啊！我还没啊！还我啊！一旦还没有算账上，不要再走！
还好，干我过不去啊，空气墙啦，干，不行了，公司倒闭了，怎么活？扛不住了啦！车上有两袋没下，我知道啦。砧板也，我一开始买了五个，后面一个都不剩。好了，给你啦。哎呀，给你啊！但不行哦，要这样吗？总算。这多一包试用包吗？没有，那个是喂那个路上小鸟的。多喷一包，700块。我们等一下先放那个麦芽的酿酒桶吧，因为我们现在钱应该是够了，因为这边这一带出货应该可以赚不少钱。对啊。谁开公司谁白痴，不是？所以我跟你讲，很多人就说什么啊，当老板，我当然不是要帮冠老板讲话啦。但是现在讲实在的，现在有蛮多人都是对于那种老板啊，他们就是有那种仇视的心理，你知道吗？对啊，就是对于当老板，他们就有仇视的心理。那可是其实当老板真的不容易，妈的，遇到这种情况，你要怎么经营公司？我就问你，对啊，真正能在开公司赚钱的少之又少。真的是很少，真的累，对啊，22K 那八年资方最爽。哦，你说我刚出社会就是22K 的那个时代啊，对啊，所以我去实习的时候就是领22K， 然后领一领，毕业还好不是22K， 不然我就吐了。现在还好吧？现在毕业基本工资还 OK 啦，没有到这么夸张，22K 吧。好，建造一下啦，酿酒罐，一罐500块，哎呦，好贵哦，放哪里啊？放哪里啊？放地下室就好了吗？还是可以不用放地下室？现在基本25K 没有吧？25K 违法呢。现在不是最低要27K 以上吗？还有人在25K 哦，对吗？物价太高了。我是觉得其实高一点点，但是没有差到那么夸张啦。我个人体感是这样，就是你说虽然22K 的时候物价低一点，但是22K 现在涨价嘛。我是觉得没到差那么夸张，实质上应该还是多一点点，对啊，实质上还是多一点点啊，怎么都见仁见智啦。因为你要领到最低薪资，其实也蛮不容易的，就是真的就是做一些比较没有技术性的，才有可能最低工资嘛。要不然一般来讲，你很难就是去领这种薪水。像我就不会想要做最低薪资的薪水。对吧？最少，假设我如果刚毕业，我最少要30000起跳嘛。没有30000起跳，我可能就不会考虑。对啊，呛我呛够没？没有啦，不会呛你啦。我的意思是说，就你这个人选择嘛，看你怎么选啊，对吧？看你怎么选择啊。我是绝对不会接受薪水太低了，对吧？27是真的太低，我也找到配方。现在就4万以上，哎、欸，要看啦、啊、我觉得也没到4万以上哎、欸。你说台北是有可能三万多四万吧？4万以上也没有都4万以上吧？做小七都有3万了，看哪里吧？真的算少数。对啊，看哪里吧？4万，我是没有听说现在都4万以上，这个是有点太浮夸了。这个是浮夸了一点，
台北生活贵，到公司上班三万起薪三万出，我觉得合理，因为台北生活的代价比较高嘛，成本高很多。对啊，你看我们在来我们这工厂上班，对不对？一个小时，你看15分钟赚$15嘛，一个小时就乘以四，是不是？一小时你就可以赚到60美金，60美金，然后你一天上班8个小时。学懒，嘉义4万已经很顶了。嘉义的生活现在物价有很高吗？因为我是没住嘉义过，我不太清楚有没有嘉义人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嘉义生活的那些成本什么的。用电脑创建一个配方哦，满出来了，还是我们先把这一袋卖掉？物价算便宜哦，还是要看地方啦。像桃园最近也很贵啊。你年轻的时候一个月才15000，你们很幸福了。啊？哪个年代15000啊？太夸张了吧！15000？哪个年代？幸好台湾这几年没有经济上的倒退，没有到倒退吧？有到倒退吗？我觉得算是都有在进步吧。对不起，我们新竹人拉高了平均薪资，新竹平均50000。哦，新竹平均薪资是真的高。我们刚才讨论的是说年轻人起薪呐、啊，我们讨论的不是说你出社会很多年了，起薪差不多吧，两万七是基本的，那个已经很低欸，起薪没有3万，我是不考虑的，3万以上我才会考虑，就看什么工作嘛，对不对？啊、如果想拼一点，当然就可以做拼一点啊。那相对来讲，你就会比较累啊。实质薪资倒退了，哎、欸，是吗？完蛋了，我是不是跟社会脱节了？跟社会脱节？你爸刚毕业起薪就3万多，还是普通大学生？如果是你爸那个年纪当大学毕业，其实已经算是很高学历了吧？对啊。我们这个父母这一辈刚毕业有大学的学历，其实算很厉害了。哎，配方未找到配方，创建新配方哦，可以自己调哎。哪一种酒啊？我们要哪种酒？不可能直接运这个东西出去的吧？这三小，我们罐装啤酒好了。名字呢？配方名称？皮皮好了。各位加入国军，而且选军官，起薪50000多。加入迷彩人生彩色欧皮啤酒，啤酒，啤酒吗？台湾啤酒。OK， 好，台湾啤酒。哎呦，啤啤啤酒，台啤精酿啊，台啤精酿还不错。台啤精酿，桃园啤酒，麦芽，这个应该照基本款就好了吧？有需要，我们现在应该先不用弄到那个这么的奇怪的东西。啤酒花酵母，还是有什么比较完美比例啊？这有差的吗？这个封面不能改是不是？啤酒花成本90多块哦，可以耶！啊，现在只有一个标志可以用。绿色的啊，不是要用绿色的吗？哪一种颜色？有点反光，次要颜色。哎，感谢，谢谢我们的新建。不过确实啦，现在年轻人，我觉得相对剥夺感真的是蛮重的。感觉以前老一辈的，随便工作了几年就有房子买，好爽哦。我们这个年代就没有创建，
哦哦，可以自己弄土哎、欸。添加图层，选择形状。要怎么弄啊？选择形状哦，高级这个吧，导入哦，再说老一辈没有吧，68年次算老了，68年次不算吧，不太算老吧。我说的是那个台湾前烟角木那个时代的、啊、就是大概还要大概68年算中年吧。我讲的应该是说超过60岁以上的。你就算68年算中生代啦，我觉得还好。不是 1968,68年应该是讲说民国68年。就大概是中年嘛，中年。那还好啊，中年我觉得不算老一辈。烟角木应该是民国50年以前的出生的吧？对啊，民国50年前出生的嘛。啊，大概他们那时候70、80年的时候，老大下次就大概就20几岁，刚出社会啊。桥牌香肠跟台皮精酿，看着老大的台。台皮精酿，哎，我看一下，等一下，这个图。怎么图那么小 ？OK， 台皮精酿。哎、欸，那、啊、为什么还是白的、啊？有点怪怪的比例吗？缩小一点会好一点吗？这三小啊？这怎么为什么这样？添加图层，哎、欸，可以这样吗？啊啊，有了有了有了！选择形状，这样完美。金色的好了。嗯，哈哈哈哈，看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请问贵厂的啤酒金龙的度数多少？哈哈哈哈哈！没事啦，可以啦，可以啦，这个吧，台啤精酿 ，OK， 怎么样？还是要换一个？我们还另外一个。创建 logo。我现在还是工读生，我前辈说我们正值27 K 有3 K 是员工餐，就算你不吃，也不会退给你。啊，是这样吗？不行吗？看起来好像维他露 P。维他露 P 是吗？没有吧。哎、欸，为什么不能倒啊？奇怪，看一下，开启不行吗？不行哎、欸，只能 PNG 吗？啊，他只能用 PNG 档啊，这个是 PNG 啊，不行吗？最大规格啊，不能大于512啊，不可以大于512啦，这也不行啊，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哎、欸，奇怪。对啊，蛮奇怪。请问皮皮牌啤酒买多少可以进皮皮的滑水道？没有滑水道的部分啦。对啊，奇怪了啊！算了，我本来想说弄那个皮皮子的风格。好，就这台吧，台皮精酿 ，OK 吧？人气70%。好，先70%。电脑订购水，多备些水没有坏处。啊，要买水啊？
工业酵母，多买水，空瓶。你感谢惠理，啤酒。清华水稻扣3000，这样公司有报税问题。如果账面给2000，实际只有24000，不太行吧？基本上不，你不太能这么做哎、欸，因为我自己有雇员工知道啊。你本来如果说是要那个的话，你照来讲，你给薪水30000块，其实你要负担的更多。所以其他实领30000，你要公司要给30000以上，因为你还要包含你有的没那些东西嘛。不太，你如果说是这样做的话，那就是违法，就是他就是虚报，你知道吗？对啊，如果说他报给27000，那其实是给27000以下，你是可以检举的，不能这样子的，不能这样玩，那个叫违法的，对啊，很多种，那你就检举啊，那就检举啊，不是、啊，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要惯这种公司，你知道吗？就是你也不要惯这种公司啊，这种公司他玩这种东西去。算是做走路，这也不是法律变，这已经是明显违法，你就检举下去了，对啊，会被失业哦，那就换工作啊，看这工作这么废，你不要说啊，让你没工作做，不是，那工作这么夸张，那钱那么夸张，找一个正常一点的，我觉得真的不需要惯老板，你对啊，你干嘛那么委屈？有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委屈自己吧。看为什么要去做那种开个27000，然后其实让你领不到，你说领24000的工作，这个有点奇怪吧？是你的人生欸，你自己要争取一下吧。都有法律去约束了，那你就应该利用法律去保障自己才对啊。对啊，对啊，这种就是，哎，靠着压榨别人的劳动成果。来成就自己的，然后也没有给相对应的报酬，或是3不5时就要疯狂加班，没有按照劳基法走的，那本来就不应该，那公司倒一倒就算了嘛，对不对？公司倒一倒算了、啊，你给的价格长这个样子，对吧？它就是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产业啊，是吧？实拿27000，另外扣劳健保。劳健保有些是公司要付出的啊，如果你是个人要扣的那就算了，但是公司付出的不能够扣在你要实领的薪水里面，所以他开27000的话，就是当然你个人要负担的就要自己负担，因为公司负担的不能够偷偷扣在那个27000里面啊，你懂我意思吗？就公司要负担的不能偷偷扣在里面啊，公司要提拨劳退金那种东西不能扣在里面的。你要在公司自己要支出啊，对啊，不然你就去查一下嘛。公司帮你分担部分，对对对，但是有些公司他会把你要分担的部分，把公司要分担的部分也把它算在你那里面，你就要去检举他，对啊。看我让台皮筋那样嘛。台啤精酿，然后水呢？含税运费那么贵，不过应该还好吧？现在钱蛮多的。订单开始，可现在没水是不是？购买新的容量，人气怎么那么低？老皮 ，Steam 一款叫 EMERGENCY 的 Fun Game， 我跟女友一起玩。一开始我觉得它就是 Fun， 结果把关卡难度提高以后，有够好玩，手忙脚乱。啥意思？把阀门拧开？完了，我没有垃圾丢它。不要跑啊！我有垃圾了。我就要留一袋垃圾去砸他哎、欸！哇，冷术！行，所以你要告诉我是游戏的部分，还是说女友的部分 ？OK。
Okay, V8. Okay, I got it. I'm leaving. I'm leaving. Okay. 水闸门的底下是不是？女友的部分，女友难度调高啊？对啊，你27000劳健保怎么可能扣到3000多？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那个本来就是公司要负担的吧？怎么可能？对啊，不可能啦！我是前所未闻啊，我自己给员工薪水，我也没有这样给啊。你该公司负担的，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啊。对啊，你如果请不起，就不要请员工了，你也不要去接这种工作。真的认真，那长这样的企业，真的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工作。公司要负担部分啊？什么女友？公司要负担部分，扣到3000块，那个就有点浮夸了吧？你说几百块是正常的吧？3000块那个东西，哪有人这样玩的？领到24000啊？什么薪水24000？看，你给我钱，不要说你给我钱，你本来就给我钱，你叫我去做我才不愿意嘞。水阀哪里啊？去水罐处把阀门拧开。哎，我水阀在哪里？上面吗？啊，这边。因为你不是怪老板，中南部很多，那就不要做啊，那就不要做，真的不要做这种的。哦，所以我送水车来哦。哦，我们这个像山泉水是不是？还是自来水？还有专车运送，哎，也太棒了吧！订购一些啤酒花。对啊，台中做也没空那么凶。对啊，我南部玩法，我不觉得南部每一间公司都长这样啦。可能有这种，但是一定不可能都长这个样子。所以你遇到了，麻烦记得检举一下。要200多个啤酒花，不行啊！哎呀，我们1000ml 的1000L 的水吧，67个。碎麦芽9个啤酒花7个酵母，哇，太多了，好像不能弄那么多哎、欸。先做个100桶了，27个碎麦芽4个啤酒花3个酵母，有吗？啤酒是在自己出货是不是？27个。没错吧？盖27个碎麦芽嘛，那几个啤酒花？4个啤酒花嘛，3个酵母吗？对吧？没错吧？我应该没有那个吧？做100桶，对吧？4个啤酒花，3个酵母，没错嘛？这样多少钱？400多块，3万月薪自付大概1200左右。新竹店收光了，不过也是我们新竹区的店都收光了，因为招不到人，开始在收桃园的店，我合约结束也会离职。我是觉得如果薪水开个那边乱七八糟的，就真的没必要做了，让那公司倒一倒也好，对不对？对啊，让公司倒一倒也好，这个产业发展这么不健康，真的就不应该让它存在。对啊，重点就是真的不要把这种东西当常态啊！就说啊，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子啊？没有，没这种事情。记得勇敢的说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有没有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劣币逐良币，是有那么多吗？可是我在桃园，我也很少看到这种的、欸。我奇怪了，到底是我是等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形？我在桃园其实也蛮少看到像这种情况啊，真的是特别，比如说中南部特有还是怎么样？也应该也不是吧？还是你们所在产业的关系？对吗？
那我在桃园真的，我前所未闻到这么夸张的程度的、欸。你是不是？你不是说没说？不是啊，我在生活，你去，比如说假设你在路上嘛，说骑摩托车嘛，对不对？你就看到人家贴什么针，什么员工啊，然后干嘛干嘛的啊，有没有？什么针什么储备干部啊，针什么店员啊，服务业的啊，餐饮业的啊，我真的没有看到长这个样子的。对啊，现在桃园薪资也没有到，说什么哎、欸，到处看到什么底薪27000的，也很少、啊。船产应该更难的吧？船产应该很难嘛？餐饮业10小时薪水啊？哦，是吗？新创产业有比较多吗？新创产业比较多这种情况吗？拿一箱放酵母存放好在哪里啊？你没有跟我讲哪边啊？我拿酵母在哪边进货？外酵母菌呢、欸、？Hello， 外酵母菌呢、欸？这是酵母菌吗？不是啊，是碎麦芽，24公斤包。看到履历就刷掉一片，面试更惨、啊。新创就是苦烂，因为有一些确实是薪水还蛮不错的，可是就很累啦。想在工作哪有不累的？看一堆人想要找又轻松又不累，又不愿意吃苦的，要高薪，假卡拜啦，这是假卡拜，没有这种工作啦。船产有些工作就还不错啊，可是就真的太累了。对啊，工作哪有不累的？就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观念有些人也是蛮偏差的。啊，推荐实况组。干，我绝对不会推荐你做实况组。干这份工作，说实在的，就跟创业一样啊，他就是在创业啊。创业，你看到在那个舞台上发光发热，可是你没看到多少人死在还没到沙滩，就是他直接溺死在海的那个海岸线了。对啊，我绝对不会推荐你做实况组。做 YouTuber， 我也不会推荐你去做。多少人想做，失败了多少？你看到成功的。晚上好，老皮，我今天坐电梯只能坐11人，当时电梯里面已经有10个人，结果我进去电梯响起超载警报 RR， 原来我心中装着老皮这件事，无法瞒过电梯。靠腰，你是不是指桑骂槐？实况有竞争太激烈了，我觉得也不是竞争多激烈的问题，是这个工作你要被看见，要干嘛？他学的东西太多了，他学的东西很多，很多人觉得说就一台电脑那边打游戏就有人看了，不是他那个中间要背后你要下很多苦心的。之前有人跟我讲说他想做什么实况啊，我就说你当兴趣做就好了啦，你真的要。你要放弃一切，把它当正职做，我劝你是不要啦。你这样子是在浪费人生。对啊，我随便讲几个东西就好了。那这个东西你没做实况的，因为最近我有一些朋友就面临到这些问题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啊，当老师在教这些东西，就是你想想看哦，你是实况组，然后你今天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哪些？可能是订阅，对不对？可能是抖内，可能是包含说商案嘛，或是一些其他的额外合作相关的东西，或是说周边相关的东西。但其实周边订阅抖内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赚，他那个能赚的东西真的是
能靠这个赚钱的真的很厉害了，我只能这样讲，真的已经很厉害了。对，多少人觉得说啊，那至少这个不要说上岸嘛，我们就是靠基本的抖内订阅这些，就想说维持生活，看你以为很简单吗？对不对？你以为真的很简单吗？真的靠这个赚到钱的维持生活的很少哎、欸，台湾多少实况组，你自己想一下。我都可以讲出说很少这句话了，你就知道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了。对啊，都有台 V 培训课程哦，有卖课程吗？我没卖课程啦，我是直接就是朋友帮忙教一下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举手之劳嘛，啊有朋友有认识人想要学习啊，我就也没有长招啦，因为这东西也长不了招，对吧？就是教一些基本的概念。你想想看哦，你做的东西，我就先不要讨论说你天生有没有幽默感好了，或者说你天生什么技术高超，玩游戏很厉害，很会唱歌，很有才艺，很会想题材、企划、鬼才，很会去制造一些流量嘛，对不对？不管是好的、坏的这种，就是什么引起争议，或者说干嘛的。都好，反正就是你先不要讨论，就是说你这些 O 不 OK， 就光说，哎、欸，你可能你需要想到的，就是说我做这东西，我今天需要行销啊，我要怎么行销自己，对不对？然后这个行销它有哪些方法，对不对？然后还要这个准备后续工作嘛，剪接影片相关的知识，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要怎么去这个了解商业的商案或者什么这个背后的一些运作的一些逻辑，对不对？这些东西你没有实务经验，你要去学，你要去哪里学？这根本就没人教，对啊，这个没有人教啊！靠，不要再卡了啦！哎，因为这没人教啊，对不对？所以要么就是去问呢、啊，要么就是自己就想办法。这个接到商案的时候，边做边学啊，对啊。但是很多人连这些东西不懂的话，他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操作啊，是不是？哎，酵母，买酵母放好。要扩大生产的话呢，可以让哦可以让我的雇员去弄酵母。靠腰，这个原来这一箱那么多酵母啊！我买了三箱，他搞不好只要四包吧？我吐了，我真的吐了啊！这个是不是也要啤酒花？应该不用打吧？所以呢，闲置购买酵母并放置好了。哦，这个不是酵母吗？这是啊，这是酵母啊。后面可以用不会多，也是啦。堆高机把人车过去吗？看过啊，很危险的、啊，对吧、啊？然后你要当实况主，哎，就是你们，我看很多人做实况主，他们没有想到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实况主真正，你看他台面上比较成功的，好了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烟花好了，或是道雨题好了，哦，这个大家应该都蛮熟的吧，对不对？他们跟其他的 VTuber 有什么不一样？你看有一些小 VTuber 为什么，做，他们做了之后，你发现，哎、欸，为什么他们人数就没有起来？你们有发现吗？因为我就说做实况有个重点就是你要让人家记得嘛，还有个人格魅力，对吧？就是你要有一个强烈的个性。不管说是强势的个性也好，还是说怎么样的个性都好，对不对？你总是要让人家去记得起来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或是有什么朗朗上口的口号啊之类的，对不对？啊，我的滑鼠怎么又丢 bug 了啦？在干嘛啦？对啊，所以这种个性就很重要啊。那很多人做了那个 VTuber， 他。想说，哎、欸，我来做实况，我看看能不能赚一笔钱。那其实就遇到一个问题了嘛，对不对？就是你做了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家记得你的这个所作所为嘛？啊，以后大家会想起来你这个人的存在。
啊，也许这个人本身天生好笑，但是你没有让人家有记忆点，那就是昙花一现啊。我要怎么加、啊？知道怎么加？丢进去里面吗？存放好。问老板做生意好吗？老板说不好做。问老皮当主播好吗？老皮说不好赚。问剑圣练剑法好吗？剑圣说不好学，没有路可以走了啦。没路可以走。如果你觉得你有做好心理准备，你想做，我当然也是支持你去做啊。但就是真的不要觉得随随便便就能弄这个，随随便便就能做，现在就很多人在做啊。但真的做起来的，一年有几个？对啊，所以你要真的想清楚、欸，不是不能做啦。你如果你是真的说。哦，我打算就是要拼尽一切，不管了，我要拼，对不对？我一定要拼到这个成功，然后我愿意付出一切努力，那可以嘛？那当然没问题。剩余时间，哇，来不及啦！哎，这个很快哎，27，我们效果放好，只有3分钟时间哦。对啊。梦想很伟大，追梦的人不值钱。要追梦，加油啊！不能吗？傻笑。为什么？还是要碎的、啊？先丢碎麦芽是不是？这有顺序的吗？哦，它有顺序的哦。他说他不要抽奖，是不是？他说他不要，一直去到鼻涕都不见了。反正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啦，就是他要背后你要学的东西是很多的，不是说干今天无脑那边打电动就可以赚到钱。有些人无师自通嘛。有些人一点就通了嘛，有些人在错误中尝试，花很多时间去学习，但是也有人就都没办法。那、啊、这个又不是说在外面工作还有固定薪水，是不是？他没有固定，就跟创业一样嘛，他有失败的风险，失败了就浪费时间了。所以我是哪种类型的人？我算是努力学习。尝试的人，对，因为我没有什么天生与生俱来的那种笑点。所以就是要只能长久经营。卖肉行 ，OK， 我有肉可以卖，我也是觉得 OK 的啦。刚刚蛮好笑的。啊，然后实况其实也有很多技巧啊，说实在也是很多技巧。但是笑点怎么样的东西也是看人啦。有些人觉得我不好笑啊，有些人觉得我没料啊，但我也很在乎吗？我也不在乎啊，因为他就不是我的客群啊。他们想要看的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像比较口味重一点的嘛，对吧？口味重一点，虽然我觉得我们这边口味也挺重的，但是本来笑点就像有人觉得伯恩不好笑啊，有人觉得贺龙比较好笑啊，有人觉得贺龙比较好笑，有人觉得伯恩比较好笑，贺龙不好笑啊，这种东西就是这样，所以就本来就是很吃你的喜好的啦，喜欢就喜欢，那所以你是要去掌握你自己的客群啊。当初被说小学生在看的，那也无所谓啊，无所谓啊，对啊，那因为本来这种东西就这样嘛，它很难去比较啊，大家的风格不一样，这个真的很难比较、啊。就有人喜欢看很毒舌的，啊，有人不喜欢嘛，就是整天开口闭口就三字经啊，对
对啊，那像刚才就有人说伯恩很好看，有人说伯恩的不好看啊，就是笑点因人而异啊，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啦、啊，就是喜欢看就看吧，嗯，对啊，就像有些人觉得馆长的很有趣啊，那我觉得也 OK 啊，对不对？因为他觉得就是那种比较很像那种草根型的角色嘛，对不对？对啊，也是 OK 啊。啊，有些人对啊，有些人喜欢就是那种八九气质也可以、啊，因为就是也会觉得哎、欸，好像很勾引这样的、啊，蛮有趣的。随缘哦，对啊，就是客群问题啦。所以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比较好或比较不好的，就跟当初那个廖老大一样、啊，廖老大也是很多啊。那喜欢的喜欢嘛，啊，不喜欢的不喜欢。主麦怎么把袋子丢进去了？哎呀，你泡红茶，你是不是也是把袋子丢进去里面？我就问，对吗？你泡红茶，你是不是也是这样？那一样嘛。你没办法左右别人，但你能左右自己。自问你爱老皮吗？我爱，所以别人说啥我不管，反正我爱。茶包跟麻布袋，麻布袋渗透性是不是比较好？啊，对嘛。啊、茶包那个是纱布嘛，一样的道理嘛。曹植七步成诗，建筑十八步。建筑十八步，我是不是应该叫员工来搬这个东西啊？看我要自己搬那么多袋。我就喜欢皮皮你这种知识型的 upshot soon。知识型哦，哪一方面的知识？这麻布袋没有消毒，有个台哥。等一下放进去不就高温了吗？而且盖这种东西干嘛消毒？酵母泡面也是包装袋丢进去煮。对啊，酵母呢？那这个太高温把它们杀掉了，那不就没有就没办法发酵了吗？是不是？酵母是什么？聊天室知道吗？不要整天有人在喝酒，然后都不知道自己在喝什么东西。对啊。对吧？笑，不是会笑的母亲啊，诚恳工作的老板，员工真幸福。酵母不是细菌，是算对真菌，它算是反正也是菌类，但它不是细菌啊，跟细菌不太一样、啊。高温消毒化。怎么还那么多袋？到底还有几袋啊？我看一下。还有现在22，这样还缺5袋。啊，22四袋，27袋、欸，你们数学怪怪的吧？5袋吧？还是我可以从楼下直接用丢的、啊？孝顺父母简称孝母。OK。这样是有还没有？送料是这样送的吗？新式送料，送出那种激动的感觉。啊，等一下 啊等一下，我还有啤酒花还没给啊。不用啤酒花啊，正在捣哦哦，先捣碎啊，先捣碎，然后加啤酒花，再加酵母。那、啊、我们先把货送上来吧。我先搅拌啊，我以为要搅在一起。OK， 有了吧？员工薪水哦。没做事还敢领薪水？敢？你的酒不敢喝？没差嘛，反正这个不敢喝，拿去热炒店，他们也不会看呐、啊。
咕噜咕噜直接那个一口一口那边灌了。我感觉应该要叫员工做这个才对，可是他这个加的东西要等级3以上才有办法做。哎，所以就是这样啦，说实在的，这间工厂的老板很认真，没办法，就是要这么认真，不然怎么赚钱？做事情不认真，全力以赴怎么赚钱？对吧？员工耍废，你自己还是要努力啊，不能说公司不赚钱都员工害的啦，人家会理你哦？你要讲给谁听？对不对？对啊，盈亏自负嘛，不要找借口。虽然你还是要偶尔骂一骂那些八七啊、嗯，像我刚才我们工厂要两个八七，在给我摇头，看真的是想打他。我那个等下我再把那个麻布袋有没有倒一倒，我就把那个空的麻布袋，趁他们要回家下班的时候把他们看布袋，然后我在叉车一边绑一个，带他们游街示众，上面挂个牌子就说我是白痴，上班混水摸鱼。我这不叫面包，这叫假胖，用我的太阳之手做的。然后把它绑在叉车的那个叉子上面了、啊，游街示众。上下班路上算工伤，我要出钱了、啊。开玩笑，可以把员工拿去酿酒吗？不行吧，都在他身上花钱了，不行吧？不要了，讲讲了就好了。想象不犯法嘛？是，我们想象，我们没有实际去做啊。假胖，太阳之手，有卖女儿红吗？问一下何老师有没有要推出？有了，各位，100罐啤酒，有了吧？我们不会还要买瓶子吧？举白纸就违法、哦、啊！台湾不犯法嘛？木箱可以让红酒有更有陈味哦，反正麻布袋搅碎后面可以过滤啊，又不会直接给你吃那个原汁。你看那个酒厂里面那个酒，它也是要过滤嘛，然后灌到那个酒里面酒瓶里面啊。出厂什么圈圈庄园几年陈酿葡萄酒，对不对？某某酒庄经典啊。几年的，就都是这样嘛。然后他就是拿那个木桶啊，会有那个木桶的香味啊。上面也是杂质嘛，杂质就要先过滤嘛。你装瓶的要不要过滤？要嘛，是不是？不然里面会有一些，对啊，微浮力啊，下重本。不然我们可以换个 slogan 啊，对不对？果肉让狗汁更好喝啊。狗肉让狗汁更好喝，也是可以啊，也不是不行啊。酒吧外面通常都能捡到路边的小女孩，就是需要我们这些好人送他们回家。It's good to drink。感谢 Oh yeah。会送 GoGoRo 吗？ GoGoRo 最近电池都那个了，你要确定耶、欸、你们有人买 GoGoRo 的吗？我靠，是怎样是怎样？哎有吗？可是我怕被告，我不想聊太多。我是没买啦、嗯、我是没买，我是还是用一般的车子。怕被告、啊、不敢。外部成本化，你懒得换电池，索性决定危害地球。啤酒有微浮啊，会过滤嘛，会过滤嘛、啊、你们如果想要吃有果肉的，我就给你们吃有果肉的嘛，是不是？还好吧。红酒要处女践踏葡萄，啤酒要大汉蹂躏麦子啊。
为什么是排这个排不掉？怎么回事啊？你到底在喝啤酒还是喝大麦汁？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吧？而且如果里面点点够多，你可以把它当成在喝大麦丁都没问题了。黑麦汁，黑麦汁里面 有酒精吗？没有吧？麦芽汁应该里面是没有酒精的吧？没有发酵啊？还是它是有发酵？零嘛，对啊，应该是没有吧？有没有发酵还是有差吧？生麦芽。皮老板，请问有卖皮子版的女儿红吗？没有，我们不干这种东西的。请左转恰何老师。何老师应该有啦。还好啦，之前的新闻青岛啤酒员工还加尿没事啦。好不好加了更好喝啊。这怎样是丢搞哦。啊，我请我的画面正中心这个可不可以把它消掉啊？这游戏 bug 也太多了吧？有点失望。本来那时候玩试玩版就觉得感觉很有料，正式版玩了之后发现这个 bug 比试玩版还要多，真的有点北七。而且那个员工也太智障了，不行吗？我的货呢？现在很有料，员工只会按按钮，哎，难怪褒贬不一。正在储存状态，已经完成了吗？哦，这就好了，是不是？哦，那我要怎么卖啊？这样怎么卖掉？是要买酒去一罐一罐的去装吗？有这个空瓶，每个单位六个空瓶，等好了分装。这样是60个嘛，对不对？我们买个120，也没有，这有到120吗？啊，有啦，有到120。要买分装机，哈？还要分装机？什么分装机？我怎么没听说过啊？这是干嘛的？工业市场没有看到啊，升级吗？装瓶分装机，哇哦，2000元，合理蟹。我要直接贷款，我拿直接贷款。请用人工分装，可以人工分装吗？不行吧？真正的装瓶机一个都2000万起跳，是没错啦。可是我们这边又不是真正的玩个游戏，我还要存2000万我才能够。你想想看，如果玩个游戏，我还要先存2000万才可以开工厂，那为什么我不去现实生活直接搞一间啤酒厂？对啊，我玩个游戏，我要先准备2000万的资本，那我直接去现实生活中搞就好啦。反正我花那么多时间玩一个模拟游戏，干我直接去搞个啤酒厂，好吧？听起来不错哎，现在就开一个吧。没办法啦。好，我看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它做完可以拿去卖，是不是？能卖吗？
开一间吧，你要应征按按钮了，休想，休想！我跟你讲，如果真的我要开一间那边按按钮的，我要旁边顺便放一个那个，就是让你在那边打怪练功，有没有？然后你就要一边打怪练功，一边按按钮。中等，对你的买卖有兴趣？好啦，贷款的啦，靠腰，贷款也不能用。退款，退款要8000块。OK， 我被坑了，谢了。请记住，如果后要生产，雇员那里他们就要消耗。购买酵母并且放好，我说我还再买一点酵母给他吧，应该这个意思吧？被坑了，老板大气。对吧？你要按按钮，我就直接。这边开一间游戏工作室啊，然后你就边按按钮，然后就边那个啊，是不是？好险是个游戏，不是为什么不能买啊？吐了，买电击棒来电击员工，没有，没。没这个必要，没这个必要。酵母，我买个一箱。高道家看台，我想问一下，你家的堆高机为什么会有导流板？导流板吗？因为潮啊！现在年轻人都想要这种下趴的，不够下趴，它无油耗哎、欸，哎、欸、不会耗油了。购买酵母并放好。为什么不能叫工人直接过来帮忙弄啊？我真的觉得蛮好奇的、欸。他没有什么工人会自己用什么这个叉车的吗？还是他作者没有做那个寻路系统？我第一次看到玩这种模拟游戏，老板要自己来的，你知道？哎、欸，老白痴的，没错，他只会应征按按钮。对啊，请这员工气得要死。因为作者怕你没有游戏体验哦，可以升级了，移动更快，不是吧？我看一下哪一个是可以有一个移动更哦，它叫7等啊，啊，它应该可以那个了吧？分配工作站，来来来来来，7等啦、啊，那你应该可以了吧？哦，不知不觉就7级啦，来来来来来，来在哪边啊？这边，啊。OK， 所以啦，那这边是不是要帮他弄一个那个啊砧板区啊？应该要吧。这个托盘，嗯，传输带应该不用吧 ？OK。新连接，哎、欸，有了。那这样这边是一边酵母，一边是那个吧？他这样子应该自己会放那个东西进去了，对吧？啊，那我们是不是要多请一个员工？应该不用吧？啊 ，OK OK， 啊，总算。那我们现在只要把那些垃圾放下来就好了。OK。购买酵母并且放，
公司有在赚钱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要再问了，问到我都要心灵创伤了。他们只能专心做一件事情，超级奇怪的公司。酵母，我放啦！购买酵母并且存放好，不是吗？不是吗？我放啦！啊？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放旁边的货柜吗？你说把它放在那个仓储区是不是？附近的仓库啊？不会是要放在仓库吧？要盖个仓库给他、啊。最近的仓库。哇，吐了。旁边有柜子，是吗？这个地方是不是？你看看这些员工，好听点就是匠人精神，一次只做好一件事；难听点就是他们比扫地机器人难用。难怪有的老板总觉得公司没有他就不行了。这样子可以放吗？没有，他这个一定是要放一箱一箱的啦。这个一袋的应该不是。是职人啊，那这一袋都放在这边了，我也拿不起来啦。那我们要去买那个吧，要去买那个麦芽15的出口。我看一下啊、哦，不会这个要连接吧？不过这里没有那个哎、欸，没有那个按钮可以按啊。楼上还有一箱，没了吧？再去订吧，我顺便要去弄那个啤酒花。我要发疯了！就是让员工自己去把货运下来，不是很正常的吗？这个游戏到底在想什么？看，我觉得作者一定是想说啊，我们就做一个壳出来就好了。反正那群傻子，他们冲着这什么啤酒工厂，他们就会买这款游戏了。根本就不需要这么认真，对不对？这么认真做游戏干嘛？反正一样会有傻逼去买。没错，我说的正是在下。唉，我就是那个傻逼。真是吐了。这些卡牌游戏也可以做成啤酒工厂，好像是哦。传输带不要设哦，传输带好像不是这样用的。你们公司这么大一间，连一个仓储人员都没有，这是正常的吗？有啊，哪里没有？老板本人就仓鼠啊，到底谁会设计这种90度转角地下室，然后走叉车啦？哪个脑残设计的啦？
我就问到底哪一个脑残会这样设计啦？叫豹哥来跑跑看，豹哥会先中风，好不好？这种事情不要为难他。三小啦，不要闹了。哎，等一下，我没武器丢你啊！是，哈哈，我就是那个设计九十度转弯的傻逼，但没有买我游戏的人傻，完全没有办法反驳。Okay, okay, I got it. I'm leaving. I'm leaving. 完全没办法反驳你。也不是放在这里啊，那这东西到底什么作用啊？不会是放在这个地板吧？这样呢？也没有啊。购买并且购买项目并且存放好，请记得要通过生产。杨大生可以没没，这个到底是怎样？是有 bug 了是不是啊？我觉得应该是 bug 吧，是吗 ？bug 吧，对啊，这个应该是中 bug 了，我觉得。放好了、啊，也没有啊。不行了，玩不下去了，各位 ，fun game， 拜拜。